常之緊張嘅。咁我哋訪問一下我哋其中一位評判，係阿劉生，你好。好，你好。嚇，咁你可唔可以俾啲貼士我哋啲參賽者？到底咧，你係用咩嚟到去計分，或者佢哋點樣先可以攞高啲分咧？咁主要要睇個參賽者嗰個心情。咁我認為咧，我本身嘅時候咧要求咧就係最緊要咧佢自然。因為點解？如果佢參賽者能夠自然嘅，表示佢已經有信心，同埋咧有鎮定嘅情況喺度。咁另外一方面，當然咧就係要佢唱歌嗰陣時嗰個音色同埋咬字嘅準則。咁呢個當然咧係評判一定需要作為呢一個叫做評論呢個參賽者嘅水準嘅標準嚟。非常之公平啊！多謝曬劉生。色彩闪出的美丽，是因它没有分开每种色彩。便于它拥有，便就失去。疲倦的双眼带着你。
Thank you.
咁樣留一留過，你喺出面嗰個咧點？